大家好，我是尹秀，就是脱颖而出的尹秀啊，会的秀。然后我的昵称呢，大家可以叫我尹秀啊，还有秀秀。然后呢，我的兴趣呢很广泛，那最喜欢吃有关于大台北地区的很多的名店，或者是你们想要吃小道的，比如说像一般在小巷弄间的那种吃的，我都知道。对，然后工作嘛，我的工作就是目前在美嘉医学集团，然后虽然是还不错，就是它的有一个东西叫做岩盘浴的，可以让女性朋友解决妇女病的问题，然后还有就是说减肥的问题，它也可以有效的改善。那专长嘛，我另外一个很特殊的专长就是做媒人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那为什么我会来参加牛奶爸的那个网络行销的课程？是因为我是一个对电脑很笨很笨的小朋友，因为我几乎连对，因为我任何网络行销的东西我都不懂，连做网站啊，或者是甚至连打字都很慢。但是呢，我想要捧墨，我想要推荐跟大家推荐一下牛奶爸的行销课程，真的，他讲的每一字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懂，都是真的，对，都是听得懂的。所以说，相信我这么笨的人都知道他在讲什么，那就更别那。有欢迎有兴趣的人可以来参加他的课程，而且他的客人是终身可以帮你服务，真的。然后还有就是因为都是小班教学啊，所以呢每次的新同学就只有5到6个人，那这样子的小班教学方面的话，就会变得你会觉得你得到的那个服务会比较多。比如说当你真的不会的时候，你就只要举手说来吧来吧，他就马上来帮你处理，甚至呢根本不是他课堂上面的电脑问题，他也可以帮你处理。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一定要来参加他的网络行销班，因为真的是物超所值，谢谢。我觉得尹秀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，然后她很真，讲话也很直，但是相对的他会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欢乐，好，然后他目前主要是做媒人，所以说，有缺男朋友女朋友的可以找他。那再来说，他对于医美这一块也很有兴趣，也在研究这一块。那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或问题，你都可以来请教他。好，谢谢。我觉得尹秀是一个很 friendly 很友善的一个朋友，认识他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他对待朋友相当的真诚，而且呢从他的谈吐里面我们知道，认识有钱人才是创造财富的地方，这个是重点。因为我们大家在经营整个市场来讲，我觉得如果让大家获得健康跟财富同时存在，那好好的善用资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管道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很喜欢帮促成美事，我觉得这样子的朋友相当的热心，也很开心可以认识他。然后另外一个是美食，如果我到哪里走到哪里想要吃不知道的话，我只要 call 他，他可能就会告诉我哪里有不错的好吃的东西。这我觉得这个朋友让我相当的欣赏，就这样，谢谢。尹秀是我们上课期间每一堂课的开心果哈，他如果没有在的话，我们上课应该都会打瞌睡哈，这是开玩笑了不过他有很多的那个金融理财方面的知识，然后还有他有一大本的那个名片是美食餐厅的，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打电话给他就对了，好，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什么？他知道怎样认识有钱人，所以你想认识有钱人要找他。那如果你是有钱人也要找他，谢谢。从职业军人退下来的尹秀呢，能够有这种身材，可见他就是说是个很开朗的女人，而且他退伍后。推过信用卡，有帮人家做媒办活动，又卖保险，在都显示他是个很活泼而且很开朗的一个人，像又那么会讲话，那么开心的，他很适合做客服啊、公关啊或者开发客户，应该是一流的人才，我郑重的推荐他，谢谢。